果然我不在，你胃口好多了。谢谢款待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准备休息了。赵先生，请回吧。你刚刚的样子很美，我真想把那一幕拍下来，给你也看一看。我真的准备休息了，你快点走吧。不逗你了，你快睡吧，我在门外守着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看着你睡。你在这儿，你看着我，我怎么睡啊？我睡不着。你睡不着正好，咱们可以聊聊天，我不介意的。